现在已经是正月初九了，大家都开始工作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也要正常更新了。过了一个年，每天大鱼大肉的都吃腻了。今天我妈做一个凉粉，吃一个素的。聊些多少就？现在传信息啥的？微信我也没开出来。等会拿就。别走别叫，啊！给你叫过年皮完，你挣一盆子凉粉吃，太多了。往后。那那就好了。我先付一就。你这人好。钱都是拿回来。钱人好。妈不行，我也买凉粉，你送我呗。啊，这凉粉做啥菜都好，哎呀，做三种。对啊，那几只能控制住。这比前还好看。啊，过年玩嘛，换上不行了，得换上去。你觉得别的菜？